大家好，我是小胖啊，今天给大家带来204.5声坛的一个季军赛啊，一直没做，这也是最近我发现很多小伙伴私信我说想把这个季军赛做做，那给大家做做呗啊。那关良方珍宝阁对良方一水雪山啊，季军赛对良方依旧选择了五个八蛇卡的五宝灵，一个季军赛。那关良方这边上的是一个大唐神灵的女儿国标，开了一把风阵，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盘丝武装三峰体系配合辅助神木，再带一个咒师谱啊，他没有带化生死啊，选择带的是一个辅助神木林。当然，这个跟班选也是有一定关系啊，因为我做的比较晚了，我也不知道季军赛他们班选的是啥啊，看不见了啊，现在就已经看不见这个班选情况了，所以说肯定是化生死，相当于是被搬掉了啊，所以对面选择上了这么一个辅助神木吧。其实这套阵容辅助神木有一个点发挥不出来啊，之前我给大家也做过这个辅助神木林的比赛啊，就是他这个加伤害的，你如果没有带这些输出门派啊，那辅助神木这个加伤害这个方面好像是不是欠缺了一些啊，对吧，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不太好发挥辅助神木林最大的一个作用吧。对面可能也是在尝试啊，但这个季军赛其实一年下来啊，就五神坛12个月嘛，季军赛有半年都没人打的，就跟上个月啊，上个月6月份，就鱼岛他就没打季军赛，直接就放弃了，一年估计有半年的时间都没人打，因为对于他们这些豪门来说啊，对于豪门来说，除了冠军啊。其他成绩怎么样他们还真不太在乎啊，更多的时候指挥会在乎一个工资是啥，就是16强、8强、4强啊，冠亚军可能跟他们的工资会挂钩啊，但是进入四强他们算啊，大多数豪门的算法都是四强就是算一个成绩啊，至于是第3名、第4名已经不关键了，都是一个工资啊，一个工资没区别，冠亚军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啊，那肯定区别还大了。忍则生机相当于活了一口血啊，感觉还行吧啊，那关键方式选择一手国标能不能切进去啊，咱们看一下，因为五宝林最近几个月比较多的情况下大多数啊都是为了针对国标的。这边还有2点的战役，这边2点的灵元，这边是1点的灵元，抽一抽，切个塔，战敌加起来3700，处理掉，百草复苏拉起来。也可以提前拉起死亡单位，这也是辅助神木的一个特点。这波横扫千军，就是关键方就是想点那个辅助神木。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啊，这辅助神木这个门派的话啊，就旁边必须得站个其他的辅助去辅助他啊，就他作为一个辅助，也得别人去辅助他，所以旁边怎么着也得有个化生寺，有个普陀山啊。对战方选择在这个辅助神木旁边站一个普陀。啊，虽然是一个咒师普陀吧，但也好歹是个普陀山。你纯纯的啊，就是纯让辅助神木去当辅助啊，他难当大任。就目前最起码就是辅助神木这个开发程度吧，啊，开发到现在，他很难去单独去挑起这么一个辅助的大梁啊，很难。再把宝宝清掉啊，对两方好像还是可以恢复过来的。百草诀，我看一下这个辅助神木怎么来恢复自己的上限啊。化生寺有推拿，他怎么办啊？咒师普陀那个灯，说句实话还是有点欠缺啊，还是有点欠缺。先控一手，姐妹同心，再抽大蓝啊，大蓝，大死亡拍中，但是拍中你也没办法呀，怎么着啊？杀不掉啊，杀不掉。卡个回春，润泽生机给自己来一口，好家伙，人家这润泽生机是能给自己加的啊！
哎，这一点我都没注意啊。那这样的话，好像人家这恢复上限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直接相当于来了一口6000多的活血，润泽肾机，回上限了啊，跟化生死的活血是类似的，但是人家可以给自己加。打针，对面鸟驼背女儿主要是变得一个八蛇卡片啊，也失去了跟关恒女儿村这边抢因素的一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了。对面再出地厅啊，这一连的话，雪山那边是带了一个1700万的战神啊，1700万的战神，所以整体来说啊，雪山那边还是有点优势吧。不过关恒有一把大克啊，雪山的优势就是。战神的一个优势以及阵容的一个优势啊，就五宝灵专克国标啊。当然由于关东方这边有一把风阵的大克、啊、有这把大克在的话，再加上一速啊，有大克有一速还是能切进去的啊。可以看到关东方来来回回已经点了对面很多个单位了，就像对面的女儿呀、辅助神木呀以及宙斯普陀呀啊，关东方都是点杀过的啊，可以点润泽神机又活了一口，有大克还是可以切进去，再加上时不时哎可能会触发一把青石，点的就更加顺畅。紧箍咒套一套。关照万象，900力劈打不动，打大唐力劈肯定是不行。真给地府对面目标就一个，就耗下去啊，耗到最后。七个纸人主要还是速度的问题，他们现在把这个八蛇卡变得有点太勤快了，甚至连女儿村也变了八蛇卡，导致了完全没有抢一速的能力啊，完全没有抢一速的，一把青石，再踩个塔，起纸人，瘴气丢一丢，一把金青。小死亡没挂中吧，这是啊，有相思寒针，关大风继续压制这么一个辅助神魔。哎，这要是个化生死，关大风也不至于这么欺负啊。这辅助神魔灵怎么感觉抗性也差一些，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去携带化生死的一个装备的呀，怎么抗性差这么多，可能经脉有关系吧。看一下这个经脉，这个是加上加80点，哎呦，光这个就差很多了，光这个它这两边加的是80点的抗封印等级，这跟化生死差别有点大。你看化生死加的是啥，化生死加的是治疗能力，完了诸天看护那一层经脉加的是霸防啊，这么一来一回差很多的。抗封印能力也不能说没用啊，也不能说没用啊，但他毕竟感觉差点意思。
现在啊，对战方被观战方打的也是有点难受了。他还缺一把防御圈啊，对了，还缺一把防御圈。宝宝还差一把金刚啊，不管是宝宝的输出还是人物的防御，相当于都少了一个化身似的保驾护航，差别就会比较大。横扫千军，观战方还要接着点，再点对战方的咒士普陀。这个大方有了大克啊，这伤害太爆炸了。女儿那边还有一点灵元，还能再给观战方地府打针。继续打针吧，看看观战方女儿村要不要给对面打针，这就看谁先有没有这个心思省点灵元之类的。没有，观战方表示我想延长啊，还是先打个针。哎，这蛇卡这抢不到速度是有点亏啊，别的倒还好，他们主要是为了防五宝林的那个毒宝宝嘛，但是变了八蛇卡它不容易抢速度啊，这个就太难了。一旦没了速度，你要知道这个紧箍咒呀啊，你效果打不出来啊，实在不行女儿村可以偷着金星把你紧箍咒直接给解掉。这个角度来讲，五宝林每一速也难受。那现在封天起观战方输出啊也是又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水清偷龙转风再给神木不让神木林出手，直接把神木林的蓝打光，先延长啊，先延长，没了咒师观战方压力更小，本身他这个紧箍咒啊效果就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现在又被观战方点杀了，那就更难了。踩干将，再来一把金青，有一速啊，这特技也舒服的。继续打针给地府防小死啊，只要观众方完成不了那种连续的点杀，对面单倒一个咒师他就不怕啊。润泽生机辅助神木，小怂再挂你挂不中了啊，打针就这么一个目的，不让你挂中小怂，因为对面是扛不住观战方这个大克这个伤害的，只能是从小怂的角度去想办法。对面刚刚退了一口血啊，这又被打残了。打到现在啊，对战方的药品有点撑不住了啊，一个五宝林被观战方国标打的药品撑不住了。我感觉跟这个辅助神木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就我不知道他们搬雪怎么搬的，看不见了，今天看不见搬雪。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声啊，应该是搬掉了什么风系加化身四之类的，队长方为了上这个风系他就少上了一个化身四嘛，选择了辅助神木。我那天也是听他们指挥之间也说了啊，指挥在
群里也说这个事儿啊，就他们也讨厌吴宝林，其实指挥也讨厌吴宝林，但是指挥又不得不打，不去打吴宝林。他们有点，其实有点那个内卷的那个意思啊，就是如果大家能统一口径，说大家都不打吴宝林，其实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啊，所有指挥都可以接受这个事儿。但是只要有一个团队不接受，那这个就产生了一个效应，就这种我打国标你打吴宝林，我打不过你，对吧，我打不过你，我这个月打不过，下个月还是打不过啊，你让我输上两个月下来，那他也得被迫加入吴宝林的阵容里边。就没办法啊，你输上两个月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啊，对于咱们观众而言的话没有任何的损失，实话实说啊，我觉得你好看我看，我觉得你不好看我不看，我大不了看别人的视频，看别的游戏啊，这无所谓啊。但是对于指挥而言啊，他们如果用别的阵容输的太多的话，他们的工资是真的受影响，就说白了老婆孩子花不上这份钱了呀，那只能是被迫跟别人也打吴宝林，大家就耗呗。哎，就不想打又不得不打啊，输上几个月下来都老实了。我那天还说来着，其实我也不想，你说我们单位啊，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就我们单位，我正常我是工人嘛，啊，煤矿上的一个工人。但那天因为我煤矿上山沟子里，煤矿都在山沟子里啊，那天我们单位要种树，你知道吧，搞绿化，突然搞绿化，哎呀，山沟子里搞绿化，那风尘太大了，一到夏天风刮的厉害，有沙尘暴啊，黄风啊，所以我们要种树啊。我一个工人啊，让我去种树，但是我又不想去啊，但不去不行，必须得去啊，领导放话的，你给我种树，种一个星期啊，我们整整种了一个星期的树，你说我去不去？我得去，我不想去不行，必须得去。你为了你老婆孩子吃口饭，你敢不去吗？对吧？嗯，其实指挥也一样，他就是不打吴宝林行吗？不行，由不得他。你老婆孩子想吃这口饭，你就得去打。嗯，看接下来吧，会不会就是咱们说白了就是会不会做出一些修改吧？恶报。对面好像暂时又缓过来了啊，然后又缓过来了，吴宝林韧性太强了啊。不过回过头去看啊，对面的药品实在是吃不消了，对面药品最多的是咒师不过，手里只剩下六个药了，嗯，这是最多的，只剩下六个药。关长恒再点这么两轮下来啊，估计对面这个药已经是没有了。嗯，再点两轮差不多的风舞心经得到一波药灵，看看对面神木怎么个说法啊。风舞心经就辅助神木的风舞心经啊，它是得到药灵的啊，那就搞药灵的啊。法系的风舞心经是搞风灵的，水漫7900，11000。9500，再跟一手恶报300，163，女儿带163，要不说她速度就更慢了。那你本身变了八蛇卡，以前女儿村带的是健步如飞呀，带的健步如飞，现在你带女儿村带163了，那你这速度方面更没法搞了。那这一波对面女儿村又被小爽点杀，那关长风地府是可以结结实实的再延出去，没有了女儿村的打针。那辅助神木选择了一手群推血，紧随其后关长风再压一手有青石，直接空切12000。那对面的药已经不支撑他对面有这么多的尸体点了，
实体店太多了，这个药品实在撑不住啊，也算是关良峰从正面啊，就这珍宝阁也算是从正面啊，实实在在的去击溃了五宝林，没有那么多花招，就是一手国标。反过来说啊，咱们说呢，反正是打季军赛，宝阁这边没有那么拘束了，就对于宝阁或者雪山来说，第三名、第四名真的没什么区别啊，第三、第四没什么区别，可能四强、八强是有区别的，八强、十六强也有区别，但是第三、第四是真没有区别，打的反而是奔放了很多啊，再加上一把大克加持。打得比平时剑会打得都奔放，剑会宝哥打得很保守的，而且五宝林就是死开一手鸟嘛，啊，就五宝林就开一手鸟，其实想拿一把大克还是比较简单的。五宝林他没有第二个正，就是一把鸟。本身你在变了八折卡，损失了很多速度以后，你再不开鸟阵，那你这个速度过于慢的，你还打什么五宝灵啊？速度太慢的根本打不了八折卡，你再不变鸟玩不了。忍者升级6000，哎，其实推的也不少，再延长一下女儿。把这地厅处理掉。要说很多小伙伴想让我做进军赛啊，因为进军赛我一开始为啥没做呢？是看到对面五宝林我不想做了，我说我有那时间我做剑会嘛，反正我每天这半个小时的视频，做点刺激的精彩的嘛。但实在私信我的太多了，那就做啊，做一次。剑会还有一大堆做不完的，回头还得再做一做，因为马上又到星期三了啊，又到星期三，星期三晚上肯定豪门们又重新要打剑会了。我相信啊，现在的剑会一定是百花齐放啊，因为这一连花果和凌波都有不小的收获，而且打出的效果也都不错，所以说看看他们在剑会啊会不会练习。啊，你别剑会又整出什么国标来了，你们到的正规赛又不上国标，对吧？那剑会打的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剑会本身是为了正规赛去练习的，你不上那你还练习它干啥呀？都练习半年了。一把无魂，炼气化神，再秒一秒啊！这两分又得吃一堆药。对面辅助神木，剩下最后一个宝宝。啊，你看女儿偷酒，人家一把精气，哎，这就一速的好处。你稍微有个紧箍咒啊，稍微控制的我厉害了，我就带个酒，我就直接偷酒。我估计关良峰女儿村这酒没少带啊，没少带。对面盘丝有没有带副仙蛛丝？我看一下啊，禁药的那个副仙蛛丝，哎，是带了的啊，副仙蛛丝也是带了。五宝林一般都带副仙蛛丝。润泽升级，再给自己加6000，神木林出法连啊，这也是神木林的门派特性嘛。嗯，出法连，你看加了8000血啊，少一半儿啊，这神木估计有个18000左右的血量啊，辅助神木有个18000-19000左右的血，你看加了8000，哎，就那一丢丢啊，连一半都不到。神木林的特点就法连嘛。所以他的这些技能也会携带啊，回血也会携带法连的一个特性啊。宙斯再一次被点杀，
管中锋这边点杀也是一直没停过。罗汉，寂寞的罗汉盖出来，鹈鹕保一手，管中锋再扫一扫对面风心经，再搞一波幺零出来，延长。卷残云，一听附件蛛丝，再进药啊，进掉了一个九转，关灯和女儿没药了。哈哈，十个药这边全部被禁光了啊，就禁了一个九转啊。原来关灯和女儿村前期也是被禁过的啊，被禁过九个，最后一个对面也没有放过，因为他们打 PK 也算药啊，知道关灯方剩下几个，他们都会算的，一对一点对点的去算，算宝宝算药算血啊，算的比较多啊。要不说你以为当个操作手那么容易啊，其实当个操作手都很困难的。可不是简简单单你找个技能啊听指挥放出去啊，操作手要有自己的意识啊，因为有的时候指挥来不及说的时候，你得做出一个正确的自己的判断，你也算半个指挥在里边，因为不可能每一回合啊指挥都把每一个点，你化身干什么，女儿干什么，大成干什么，神木干什么，五个人都说到啊，在家前面还有五个宝宝呢啊，所以说不可能的，也要有一定的随机应变的能力，有的时候还会卡秒，大家也都知道吧，可能你操作的时间也就五秒十秒啊，也有这种情况啊，到时候你更麻烦了。嗯，这一波再把对战方的盘丝压倒在地，孩子也飞啊，一个攻击厅结束这场战斗啊，也是恭喜珍宝哥拿下了一个第三名啊。今年的话宝哥和鱼岛还是颗粒无收，在一些接下来的五个月啊，也是希望双方都可以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那宝哥这个月没拿战神啊，他们已经开始攒这个东西了。金星一剑，拜拜。